早去开车，看他们怎么说。嗯哼。他很怕，那我跑不去，因为钱都没有付，那为什么他都要让你现场才付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记得他好像也没有跟我收任何信用卡的授权啊。对啊，所以他们很怕人家绕跑，所以你不要十点才到。啊，所以我才会说你可以早到，可是不要晚到。而且比如说一通电话去跟他们 confirm， 反正一打电话都不用钱，所以就一通电话去跟他 confirm 说 if I get earlier is that okay to pick up earlier， 看他们怎么说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子咯。那开车小心，开车小心。嗯哼。